锦绣，你还有脸来凤山？熊天兄何出此言？江武独占万路门，而今这江湖之中他一人独大。哦对了，就是你跟我们说的那什么制衡，你联合江武害了秦千贤，这才导致江武嚣张至此。攻打千尘阁，难道你的弟子们没去吗？紫嫣招安宠，招摇莫轻宠，您的宝贝让爱他美来宠，紫嫣邀您一起招摇。我在此等两位来，也是为了商量此后应付江武的对策。先前他欲攻打万路门，我等未有响应，我想以他的性格必定怀恨在心，而今他坐拥万路门，实力不可小觑，若有朝一日发难起来，那咱们宗门怕是也要完了。江武刚刚夺得万路门，然则万路门乃百族之宠，死而不僵，至于今后怎么样还不一定呢，先静观其变，看看是否需要我等出手。迟执事说的有道理，迟执事的思虑甚是有理，只是此事务须在意。不过倒是有件事迫在眉睫，我听说你把唐阁主囚禁在了凤山，此举怕是有些不妥吧？对呀，你为何要将唐韵囚禁在凤山？凤山不是你天玄门，由不得你做主。锦绣，赶紧把唐阁主放了。喊什么？我这不是怕江武伤害我家小韵韵吗？哼，以现在的情况来看，我当然不会再关着他了。唐韵自然要放，还有你赶紧离开凤山，说到底这里是金仙故地。没错，凤山乃金仙故地，要赶人自然是金仙来赶，哪轮得着你在这说话。公子，唐阁主说想见你。二位门主告辞了。休息的如何呀？我陪你坐会儿。陆昭瑶，你不好奇吗？
你不好奇，你不想知道我为何突然喜欢你？不想。你不想知道，我也要告诉你。那你废什么话？哼！你相信吗？这个世上会有一个人是以你而生的？ 我相信，不就是你吗？你知道，秦千贤都告诉我了。你不觉得现在的情景跟当日有几分相似吗？什么当日？你抓秦千贤的当日。你们都说我是秦千贤的心魔，在我看来， 他秦千贤只是我的躯壳而已。我因你而生，因秦千贤自己无力抵抗而壮大。我在他心里长大，我可以左右他的意志，引他入魔。剑冢一战，他偷了你的尸体，把你放在了素山冰墙之中。哪曾想他会日日倾心念咒，最终将我弃之体外。 陆兆瑶，你见过被剥离出来的心魔吗？没人了解心魔，就连我自己也不了解。可我却发现了我自己体内有另一种力量，我可以吸食人类的恐惧。 放我下！求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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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绪融入到我体内，它慢慢让我变强长大。江武就出现在你面前了。你和我说这些干什么？我其实一点都不关心你从哪个地方，因谁而来。我想让你知道，我是因你而生的。哼，小红毛，你出道时间短，入这江湖也就几年，得到的一切都是你自己摸爬滚打凑起来的，所以可能没有前辈教过你。做人不要太嘚瑟。我真的好喜欢你，就连你生气的样子我都觉得那么可爱。说你爱我。不爱。你尽管嘴硬，你一日说不爱我，一日便去地牢杀掉你一个万路门的人，直到你说爱为止。江武，你给我回来。这么快就想通了？我饿了，先去给我弄点吃的。
阿武，去弄点吃的。阿武，我刚才听了一下。谁让你听的呀？不是阿武，我觉得吧，你干其他事都挺帅的，但这个事不行啊。陆昭瑶他吃软不吃硬，你这套不管用。你有主意啊？我觉得吧，就弄吃的这个，你得自己来。亲手做的东西一定更能打动人的，女人都吃这一套。行，听你意思。这当真管用啊？你给她做点吃的，再嘘寒问暖。现在，陆昭瑶肯定还放不下万路门的人，你再威逼利诱一下，一准能把那个陆昭瑶弄到手。哼。阿武，虽然我们现在占领了万路门，可我们人手不够啊，连牢房里都人满为患了。那就杀了。阿武，你这样陆昭瑶就不喜欢你了。那就让他们自裁。你可还记得之前暗罗为集体自裁也不杀同门的事啊？那就让他们挤着闷死一个算一个。厉神兰，你现在打不过我，我体内有秦千贤的功法。他体内有秦千贤的功法，这么说来，那江武的体内有秦千贤的法力，你是想让他帮你？且不说这其中有多大的风险，就说那江武费尽千辛万苦得到了秦千贤的功法，又怎么会拱手相让？时间不等人，就算江武不愿意，也必须让他答应。等昭瑶爆炸第五次时，就再也没有办法了。现在昭瑶炸了几次？已经两次了。尝尝吧，我亲自烤的。怎么了？你不是饿了吗？刚才饿，现在没胃口。没胃口也要吃啊？被关着就没胃口，你放我出去我就吃。陆昭瑶，这事儿没得商量。小红毛，不如你我之间来谈个交易吧。我现在不想和你谈交易。我现在只想和你谈情说爱。切，你来晚了，我已经和莫青成亲了，这辈子也只跟他谈情说爱。盖头都没接，算什么成亲啊？我心里已经嫁给他了，我现在满心都是他，你这样关着我根本没有意义。我觉得有意义啊，我现在满心都是你，我想的全是你，每天做梦梦的也都是你。哦，是吗？那你把心挖出来给我看看。好啊。你亲我一口，我就挖出来。哎呀，我亲的大力了一些，多担待啊。没关系，我力气也大，你也多担待。
什么招数？放烟花啊？两次，第三次了。大姐，你这是第三次了，真是一次比一次弱，这该怎么办才好啊？急死我了，急死我了！你又来了！哎呀，我也炸了两次了，怎么办呢？这个急死我了！解药还没有研制出来吗？研究是需要时间的，没有时间呢。我要是真的因为这个药丸死了，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这家黑店。嘿，只怕那个时候我也变成鬼了。哎呀，阿姐，阿姐，你都这么虚弱了，还不先歇歇啊？我正愁没办法从江武那儿脱身，现在好不容易出来了，当然要先去救人了。这么着急，你要去救谁啊？我夫君。小吉娜，这哪儿啊？万路门的地牢，让你喝酒误事。这万路门现在全是江武的了，他把我们都关起来了。那门主呢？被囚禁了。啊？谁都别想关注我，莫青，等我来救你。还想跑啊？哼！告诉我，陆昭瑶在哪儿呢？不然我就杀了你。江武，你这样做只会让昭瑶恨你。我无所谓啊，我只要他属于我就行。厉晨婉，你觉得你现在的样子还配得上陆昭瑶吗？昭瑶未曾来过这儿。我不相信他不会回来，我陪你一起等。十七，你可以硬闯出去吗？没问题，反正结界对我来说没有用。加油！
怎么了？我饿了。啊？哎呀，之前喝酒喝太急了，东西吃少了，现在浑身没劲儿。你身上有吃的没？嗯，有。怎么样，吃饱了吗？嗯。急也没用，我看江武对陆昭瑶那么好，说不定他们现在正喝茶聊天呢，开心得很。说的也是，万路门这些年什么事没经历过，有门主在肯定没问题。是啊，门主被关进地牢这事儿还真没经历过。那你们还这么气定神闲呢？看来陆昭瑶也没多爱你，都这么久了，也没见他来啊。你还笑得出来啊？我笑你嫉妒的模样。身体如何？你还有心思问我？你可还好？你心里果然放不下他。我现在就杀了他。嗯。狂妄。王清。功法大不如前啊。但我喜欢小五。说，他们去哪儿了？你夺了万路门，
还抢了门主，这般威风，连你都不知道的事情，我怎么会知道？断了两条腿说话还这么气人，你信不信我把你胳膊掰断了？请便。好啊，我知道你不怕我，不过听说万路门西山主足不出户也知晓天下事，我想你一定知道我最喜欢玩什么游戏了。地牢里都是你万路门的人，你要是还这么倔强，这些利剑会刺穿你同伴的心脏。是告诉我，还是眼看着他们去死？选一个吧。红石林禁地，嘴硬有什么用啊？心硬才行。已经是第四次了，我真的害怕。怕什么？我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女魔头，到了阴曹地府，也是个鬼见愁。
王爹也不见得愿意收我。我就算杀入黄泉，也一定要把你抢回来。在坟前亲热，口味够重的呀。果然是魔王之子，够邪气。这才是魔王之子该有的样子。让我见识一下你真正的力量吧，来吧。你什么意思？招摇命危，你我之争并无意义。所以呢？我们联手，先救他。好啊，你跪下给我磕三个头，我就帮你。小丑八怪，我回来了。
说，来搞个喜事吧。陆昭瑶到底得了什么病，能让你放下尊严，这般舍身相救？你应当见过她化为烟花的样子。我见过。五次后，她就会死。这是第二次。这是第四次。下一次是什么时候？也许就在下一刻。我救，但是你记住了，我救他是因为我喜欢他，不是因为你求我。你让我放出秦千贤的功力，你失去的功法，我将来会想办法弥补。你弥补？我要陆昭瑶永远欠我。秦千贤的东西怎么在你这儿？这叫心莲，是千尘阁的镇阁之宝。有什么用？六道金刚阵法，你记住，莲花绽放需要使用秦千贤的功法，到时候你就将功法注入到阵法当中。就这么简单？在你注入功法时，我会借万钧剑之力压住阵眼，以确保我们三人在阵中的平衡。一旦阵法开启，阵中人就不能再动，否则压不住阵眼，不但前功尽弃，阵中之人也会有生命危险。好。